虽然取得到的样品比理想状态略少，但整个钻取工作堪称完满。心里边这块石头算是落下来了，还行，还行，对，整体上给后面省了时间嘛。对。报告注意，我是北京。来不及歇口气，邓香金团队马不停蹄进入下一道关卡，月表取样。此时，距离上升器点火起飞还有6个多小时，留给邓香金的时间相对还算充裕。现在登场的主角是机械臂，工作内容挖土。挖土需要几个步骤：伸手、铲土、抬、转、倒，似乎并不难。在月球表面，重力是比较小的，没有外力辅助的话，月壤往下倒的时候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障碍，掉不下去。工程师们巧妙地在挖土的勺上面增加了一个可以伸缩的铲子。伸缩铲往外伸的过程中啊，它会产生抖动，通过这个抖动使样品往外倾倒的时候更好的倾倒。月亮之上，灵活的机械臂也并不是完全自主的。地面上，邓香金团队遥控着它的每一步动作。我们有判断机械臂它的健康状态的有些设计师啊，将来会盯着温度量是什么，电流量是什么。我们还会有一个机械臂往哪里走，走多少步，走多大的个距离的，叫做金条岗。由于飞鼠发送长 APP 监视相机 AB 进场拍照。我们还会有专门的一个分析图像的，有没有铲完到样品。铲完之后，我们通过分析这个坑的形状的一个变化，来分析我们将来这样品是多少，是个团队的一个作业。实施机械臂运动至数月后才升点，调整。一系列精巧复杂的机械臂动作，月壤样品稳稳地被铲了起来。集到样品，下面组织实施机械臂运动至采样后抬升点。接下来的挑战，怎么把样品安全移送到封装器中？但是这个地方如果抓不住，或者抓出来以后散了，倒了，那我之前采那么多样都白费了，所以它这个比较慎重。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，也做了大量的演练。我们机械臂要控制的精度，应该是在1.5个毫米左右，不能左，不能右，不能上，不能下啊，就是必须精准的到达这个位置。放挂金条到位，下面组织实施放挂。各号注意，嫦娥五探测器月面采样工作顺利结束。中国第一次地外无人采样任务，在规定时间内圆满完成。这全力以赴的时光，依然证明了人类独有的勇气和智慧，是我们不断开拓边界、走向远方的依靠。此时的嫦娥五号已经在月球停留了48个小时，从月面起飞的发射窗口也即将到来。嫦娥五号必须把握住这次机会，因为5天后，着陆点将进入月夜。月表温度会降到-180摄氏度左右。嫦娥五号并没有御寒的设计，对他而言，进入月夜就要面临生死考验。同时，如果等待时间过长，月球轨道上的轨反组合体也会燃料告急。最优的方案只有一个，按时起飞。在历史上，苏联的无人采集都是从月面点火后直接飞回地球。这种方案虽然会限制运送月壤的重量，但相对比较安全。中国却选择了另一种方案，一种前人从未尝试过的高风险方案。两个航天器要在距地球38万千米的地方实施无人交会对接。我们为什么不直接从月球回来，不要交会对接？有一个很大的决心，就是要推动中国的技术进步。过于保守的方案会被 pass 掉。
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，有所创新，这个是我推动工程的动力。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实际上是要在38万公里外的月球轨道，很遥远的一个地方，在遥远的月球轨道实施无人交会对接，在世界航天史上还是第一次。它的难度究竟难在哪儿？月球轨道对接呢，地面的支持能力是比较弱的，就是不能够提供一些辅助条件的情况下，我们要自主的去寻找它合适的对接条件。一句总结来讲，就是外部的支持的资源太有限了，嗯，要靠自主。月球上空，环月轨道上，上升器开始放慢步伐，等候轨反组合体靠近。在它身后100公里外，轨道器上的微波雷达已经捕捉到了上升器的身影。计划于5时42分两目标对接开始，轨道器和上升器将转入无孔模式。那轨道队又修正了。航空报告，轨道器在最后平移靠拢。两器逐步靠近，他们会不会擦身而过？成败就在一瞬间，特别是最后100米。在最后100米的平移靠拢段呢，我们交会对接主要是靠轨道器上安装的交会测量相机，通过这个成像的变化，我们可以测量出来上升器相对于轨道器的相对位置、相对速度，还有相对姿态。利用激光快速测距的原理，计算出两个飞行器之间的相对位置和姿态，这就是轨道器的眼睛。太空中光线强烈，极大的干扰了眼睛的视场，为此必须在地面反复测试，检查所有可能的薄弱环节。这个过程啊，我们演算了上百万次，在不断的去迭代修正。嫦娥五号的眼睛需要在各种反射光和外部光的干扰下，识别上升器上的目标点，计算出上升器和轨道器的精确位置、角度、速度等信息。这是保证交会对接成功的关键。但在太空中，交会对接时的光照环境会是怎样，谁也不能准确预测。比如说光照条件，太阳在地面你就没法模拟，但是我又要去做局部的模拟，那么怎么去模拟，到底怎么照，到底模拟到什么程度，因为你永远不可能做到跟真实上天的环境是一样的。设计师们利用太阳模拟器尽量的去模拟太空中可能出现的光照状态，测试光学敏感器的性能，修正识别算法，通过实验把风险逐渐降低。但是现在也有风险，因为你还有外部未知的范围，到底在天上是什么样。轨道器转15米接近。对，15米是一个标志，5米以后就0.03米每秒的接近速度。调整报告，轨道器对接开始。对接完成。一秒捕获，10秒校正，10�秒紧锁，21秒完成所有对接动作，全程35项故障预案，全自动控制，一气呵成，精彩绝伦。交会对接团。
反复斟酌，不断试验，推翻了十几个设想，最后一种方案因为稳妥、小巧、占用空间少，得以胜出。毛毛虫起来的时候，它也是撅起来再伸开，撅起来伸开这样的一个方式，它就前进了。它是先伸过去，然后呢抱回来，然后呢再伸出去。整个过程当中，这个样品容器都是抱着它把它送进去。当然方案有很多种啊，最终还是选择了比较稳妥的方式啊。所以来说，这个现在。